会议时间应该到了吧？对啊，人类代表团怎么还没来啊？等一下立场，我们一定要强硬，千万不能妥协，这样子对我们才有利。来了来了！拍谁拍谁？ 刚刚主持酒庆工厂开幕仪式迟到了一点，不好意思哦。坐坐坐。坐既然都到齐了，那会议就可以开始了吧？没问题。今天找各位老师想跟各位商量一下，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二氧化碳寄放到你们海洋世界里。什么？你们竟然提出这种要求，真的太过分了。别紧张，别紧张。 我们当然不是随便说说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海水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大气的6倍，所以我们才要找你们商量的嘛。不反对，我们海洋世界目前吸收的二氧化碳已经超载了。没错，我们收集的所有资料里面。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海水啊每天都帮忙吸收30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已经快要负荷不了了。你们怎么还敢提出这种要求？我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可是现在全球暖化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你们总该想个办法解决的。全球暖化根本就是你们人类造成的，为什么还要我们海洋世界来负责呢？你们这样根本就自私嘛！ 完全不顾海洋世界的利益。哎哎哎，我也别应该在讲呢，大家都是地球的一份子嘛。<咳>各位各位，海洋原本就需要二氧化碳啊，如果没有二氧化碳，浮游生物就无法生存。没有浮游生物，那将会破坏你们的食物链啊。你们人类的干扰是我们最大的破坏。海洋世界面积那么大。 我们仅过烧存放1点点的二氧化碳，什么1点点啊？我们，您别激动，慢慢说。我们海洋世界已经默默吸收很多二氧化碳了，我们竟然还不知足，还想得寸进尺。<咳>海洋多吸收一点二氧化碳，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当然有影响，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过多的二氧化碳已经让我们海洋酸化了。酸化？虾米啊，没听过啊。啊！拍水，继续讨论。二氧化碳的确让海水酸化了一点点，但是只有一点点，不会太严重啦。虾米不严重，这一点点的改变已经让我们宝贵的珊瑚礁生病。 长啊，长啊，长啊！有那么严重吗？你们就是啊，我要严重吗？什么东西那么严重啊，博士？哎，是要严重？你们来了。嗯，对啊。博士，你刚刚说什么东西很严重啊？我有说吗？有啊，我刚进门说听到你说什么东西很严重的。刚刚那个是我说的啊。啊？你说的？哇，我还以为是博士哎。哎，严重。 你刚才说什么很严重啊？哦，对对，不是，那个海洋酸化问题真的有很严重吗？哎，你们觉得呢？我知道海洋真的有变酸，不过酸度好像只差大约0.2而已，有那么严重吗？嗯，以前的海洋跟现在海洋酸碱值只差0.2，听起来还好啊。嗯，所以说海洋变酸指的是海水酸碱值降低。 不是海水喝起来会变酸哦。当然不是。海水的酸碱值呢，本来是大约8.3，但是呢，过去200年来呢，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呢。
海水因为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呢，所以现在的海水的酸碱值呢，大约降到8.1左右。所以呢，这种改变呢，科学家呢就称作海洋酸化。我还以为像雨林啊、树林啊，才吸收二氧化碳的好帮手哎。No，海洋可是帮忙储存二氧化碳的一大工程哦。海洋会储存二氧化碳？那当然啦、海洋除了可以透过呢自然的大气呢交换呢，把碳呢送到海底里面去以外呢，它还可以透过海洋里面的植物呢，行光合作用，把碳呢透过这个食物链呢存到海底里面呢、没想到海洋这么厉害哎！是冬姐的呀。雨辰，我请你准备的资料你带来了没有？有。好，那我们过去看看。燕总，海洋真会吸收二氧化碳吗？那当然啦。那要怎么吸收？海洋又不像树木一样会行光合作用。海洋酸碱值降大约0.2，这样到底是不是严重还是不严重？而且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真的会变酸吗？从8.3降到8.1，全球的海洋都一样吗？于是海洋吸收太多二氧化碳，真的会变酸吗？会啊。你哪里在？因为我聪明。你聪明？不信哦，跟我走就知道啊。你要去哪里？于正，你跟我啦。了解二氧化碳是不是真的会溶于水，溶于水中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慧玲姐姐决定带我们一起做实验，一探究竟，到底实验结果会如何呢？好，各位小朋友，现在呢我们的器材都准备好了，我们要准备开始做实验了。哎，斯娜，慧玲姐姐要怎样制造二氧化碳啊？这还不简单。你在做什么啊？我在收集二氧化碳啊。拜托，不是这样收集的吧？我们呼吸的时候吐出来气，不是就二氧化碳吗？嗨，欣柔，我们吐出来确实是有二氧化碳，但是它不是纯的二氧化碳，所以不能拿来做实验啦。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这个珊瑚还有稀盐酸哦，这两样东西啊加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做实验哦。慧玲姐姐说，今天我们要使用的是排水集气法。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水箱，里面装入半满的水，接着将管口瓶装满水，用玻璃片紧盖瓶口后倒立，放入水槽中。然后慢慢的移开玻璃片，接着我们在锥形瓶中放入珊瑚，然后用装有漏斗的橡皮塞塞进瓶口，调整好漏斗的高度，让漏斗末端尽量接近锥形瓶底部，然后从漏斗上端加一点水，水位略高于漏斗末端就好了。最后，把橡皮管的一端和锥形瓶的侧管连接，另外一端则准备放入水槽中的管口瓶。完成后就可以开始准备收集气体喽。好，刚才呢，我们在锥形瓶里头放进了珊瑚，对不对？那珊瑚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哦，它加入了稀盐酸之后就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用滴管呢，在这个漏斗上面呢滴进去几滴呢我们的稀盐酸，不过要注意安全，不要被稀盐酸滴到哦。但是刚开始产生的气体我们先不要收集，等30秒钟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橡皮管放进管口瓶里头收集气体。元浩，什么问题？慧玲姐姐，为什么还要再等30秒？因为锥形瓶跟橡皮管里头还混有原来的空气呀，所以它不是纯的二氧化碳，这样知道了吗？就跟欣柔刚刚收集的二氧化碳一样啦。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始实验喽。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稀盐酸，各位要小心哦。好，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气泡产生。嗯，这有，是小朋友哎。对，继续加，继续加。好，小朋友，我们先来看看广口瓶里头收集到是什么气体呀？二氧化碳。没错。哎，文珍，赫宁姐姐，那要怎么让二氧化碳溶于水呢？很简单啊，你只要用力摇晃，二氧化碳就溶于水了。原来那么简单呢？对，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等一下你摇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一定要按紧这个广口瓶上面的玻璃盖哦。好，我们现在请摇晃看看。嗯，那二氧化碳溶于水之后会有什么变化？那我们可以做个实验啊。你们刚才是不是那个桌上有一杯清水？对，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清水跟已经二氧化碳溶于水里面这个水溶液，我们来试试看呢。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石蕊试纸上面，看看石蕊试纸有什么变化，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实验。原来的水没有让石蕊试纸变色，有二氧化碳的水变色了耶。我也是，石蕊试纸变红色了，表示这一瓶水溶液是酸性的。没错。我们的二氧化碳一旦溶于水以后，就会让水变成酸性哦。哦，那水变什么了？稀盐酸。对啊，可是它稀释不了。原来二氧化碳会溶于水，我以前都没注意到哎。哎，欣柔，这个就是二氧化碳会溶于水的最好证明哦。哎，对哦，我怎么都没想到。嗯，一定是我汽水喝太少了。其实啊，二氧化碳溶于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哦，所以大海里头才会有二氧化碳嘛。可是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大气里头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那造成呢海水里头也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那会变成怎么样呢？那海水会越来越酸咯。嗯，没错。咦，那海水变酸会怎么样呢？对啊，对啊。会影响海里的生物吗？你们觉得呢？应该会吧。它应该越来越酸吧？有可能，应该不会吧？海浪都变成会吃醋。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你觉得呢？是不是哈？怎么还没有来？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哎，走走，我们去救海洋啊！救海洋？可是我没穿泳衣，怎么下海啊？哎呦，不是啊，是让你陪我一起去找龚教授，了解海洋酸化的情形啦。海洋酸化？嗯，对对，走，赶快走了。龚教授，以前的海洋跟现在海洋酸碱值只差0.1，应该还好吧？0.1很小，对不对？好，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认为这个0.1很小啊，那个代志大条喽。好，那我现在来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降0.1代志做大条啊？在1700年代之前，就是人类还没有排放二氧化碳之前呢，pH 大概是在8.25左右。那到了今天，大概只剩下8.1几，那这样就差0.1，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酸碱值呢降了0.1。可是酸碱值的意思就是水里面的酸度的多寡。如果把它换算成酸的浓度，你知道会增加多少吗？0.1就是增加了25%。那你觉得这个多不多啊？嗯，很多哎。好，那当海水的酸度增加这么多的时候啊，这个海洋里面受到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海洋里面的那些浮游生物。啊，那些浮游生物有一种呢，我们叫做盖板藻。啊，你看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盖板藻。这个是经过显微镜把它放大很多倍，你才看到。那碳酸钙呢，在比较酸的水里面，它就会被溶解。啊，所以有人呢，在挪威湾里面呢，就做了很多实验，把海水呢的二氧化碳浓度，用一个是今天的浓度，一个呢是假设
是现在的两倍，一个是现在的三倍，然后来看一看到底对这种浮游生物会有什么影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变成三倍以后跟现在时候有没有明显差别？嗯，有耶。好，那你觉得这个是海洋里面的浮游生物，你觉得它受到危害那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呢？如果浮游生物被分解的话，那海洋里面很多生物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像食物链就会断掉，好像影响很大。好，我们知道珊瑚礁很漂亮，对不对？有很多尼莫的鱼，对不对？好，但是珊瑚礁的骨骼就是碳酸钙，当海水的酸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就变成碳酸钙的这个累积程度就越来越低，那无形中就好像碳酸钙被溶解了，对不对？那这样珊瑚礁就不见了。龚教授，全世界的海洋都会这样子吗？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耶。好问题，那我再给你们看这一张图。这张图呢，就是工业革命以前到今天，在全世界不同的海水里面，它 pH 值、酸碱值下降的程度。啊，颜色越浓的地方，酸碱值下降的越多。你觉得什么地方下降的比较多？上面那一块。这一块，对不对？或者是这一块，对不对？深色的地方，海水是比较冷的。为什么气候比较寒冷的地方，酸化程度比较严重啊？因为冷水会比热水能够吸收比较多的二氧化碳，好，那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它水的酸度呢就会越来越高。好，有点疑惑，对不对？不相信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做一做小实验，你们就知道了。好，回安跟燕中，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来看看呢，在不同的温度之下，跟水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高低的变化会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呢，有两桶水，一桶是冰水，一桶是热水。那你们每个人拿一支温度计，然后告诉我，那两盆水大概温度都是几度？我这边冰水是五度，我这盆热水是43度。现在会给你们一个人一瓶汽水，还有一个气球。这个汽水的盖子打开，那你要准备好，马上把这个气球套子呢套在上面。准备要喷哦。气球慢慢膨胀嘞。因为汽水里面的二氧化碳跑出来啦。好，那你们现在呢，把你们的汽水呢放在刚才的冰水里跟热水里，来看看这两个气球它的变化是怎么样。你们看，我的气球膨胀的比较大。真的，你看我的气球膨胀比较小。这个就是所谓的气体溶解定律。气体溶解定律不知道是什么吧？气体溶解定律就是说，同样的气体在比较低的水温之下，它可以溶解的比较多，在比较高的水温之下，它可以溶在里面的量呢就会比较少。龚教授说，本来从这两瓶汽水跑到气球里面的二氧化碳应该一样多，但是燕中把汽水放到冰水里，汽水的温度降低，能溶解的二氧化碳就越多，所以跑出来的就比较少。相反的，我这桶水的温度比较高，汽水的温度也就跟着升高，这时候能够溶在汽水里面的二氧化碳也就跟着减少了，结果通通跑到气球里面去啦。燕中跟伟安，你们知不知道，当我们人类把二氧化碳浓度呢排放出来的气体到大气中越来越多的时候啊，你知不知道海水除了会慢慢酸度会变酸以外啊，还会让海水的温度慢慢增加。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刚才的实验结果会又变成什么样呢？如果海水的温度升高，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会降低。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变少，那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也就变多了。如果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那地球温度就越来越高，海水温度也就会……天哪，这不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绝对正确。所以海水酸化的问题不是差在这0.1，而是这一点点的改变所产生后续很严重的影响哦。好，那这样你们都了解我们所做的实验的意义了吗？好，太棒了。二氧化碳
排水变酸嘞。所以海洋酸化情形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啊？那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博士，你回来啦！嗨。博士，该怎么办啊？什么代志爱怎么办啊？海洋酸化啊！博士，一点点二氧化碳就可以让海水变酸，更何况大气中有这么多二氧化碳嘞。还有啊，二氧化碳会让海洋的温度升高，这样子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就降低了。那如果海洋以后不能帮我们吸收二氧化碳，该怎么办啊？哎呀，重点是那些海洋生物啊，你忘记了吗？浮游生物会被完全分解，甲壳类动物会没有外壳，还有珊瑚也会白化，鱼都没有家哎。哈，我都不知道海洋酸化后果这么可怕哎。够大你家仔哦。不是，你怎么都不说话啊？你都没给我讲话机会啊！不是你啊，就是你。为什么我？而且我要讲的呢，比你他们讲的更加恐怖。更加恐怖。在正常的环境下，小丑鱼宝宝听到掠食者的声音，大多会赶快躲起来。可是酸性边强的海水，会影响小丑鱼的神经，让小丑鱼对掠食者的声音变得毫无反应，就像耳聋一样哦。另一方面，海豚和鲸鱼对噪音很敏感。当人类铸造了海洋噪音传送到海底时，鲸鱼和海豚会自动游离开，避免听到噪音。可是，在胶酸的海水中，声音会传递的比较远。对鲸鱼和海豚来说，有噪音干扰的范围也就变大啦。啊，不是耳聋，就是被吵到受不了。海底世界的生物也太倒霉了吧！是啊，没有想到吧？所以说呢，海洋酸化呢，对以声音为沟通媒介啊，寻找食物啊，或者是寻找配偶的海洋动物来讲呢，它的威胁可是很大的哦。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吗？我想到，我们来让海洋酸碱中和。酸碱中和？对啊对啊。不过要拿什么来跟海洋中和啊？小苏打。还是石灰啊？洗衣粉如何啊？算了，当我没说，继续。或许我们可以多种树，让树来帮助海洋吸收二氧化碳。有道理耶。我还是觉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实际耶。可是两个都一起不是更好？对啊。